我是2021年从零开始学古琴的晶晶。用灰太泥和龙吟，时隔一周灰太干固，终于要来雕龙吟，安装两侧的冠角了。这样子上去，啊，对对，然后再稍微关一下，然后让它这个缝尽量小。可是这已经这边已经密合了。这边密合了，那就是这边稍微再这个方向挪一下，让它紧贴。是磨多了吗？起来，让它把这边稍微刮一下，让它往那边挤，你就会贴紧。好。这边呢就是。这个应该已经干透了吧？这个礼拜三。像这个地方，像这个地方，我如果要把这个紧泡的话，可能这里。干对吗？这是拿那平凿刀。那你要先磨这里，把它磨成像这样对称的。OK。差不多了吧？有，对啊，我们俩是这样的。那这个要怎么清呢？这个？用慢慢来。这个要拿什么刀清？这个要拿什么刀清？要打刮刀。那个，它那个平的那个。刮刀。然后刮过来是吗？哦，所以我要一直要磨到这里。你不能平的，那你手又忘了控制了，这样。对。现在是要磨，手是要磨，说能够靠近，然后这里还差一点，更准一点。你看，又小了，小了变小了。在这里。
哇，完美，哇，终于密合了。哦，谢谢赵老师。这边比这边好，哦，比较贴合这边。对对，这里还没有，哦，还有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对对对，那先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哦，这个好费劲的。不是，那有时候一个角度磨错，你就整个都要通通改。那因为那个要磨掉嘛。这个地方有一个 V 字形的小凹槽，没关系。那会当然这样，那要磨掉。你看，这样够厚嘛？过后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有到这里来。你这样呢，在这里再五等灰再磨掉，那就天衣无缝，就看不出来了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行。哇，这边好，这边好。谢谢老师。不会不会。只要我的话，得弄到天荒地老。再刮一下，再刮一下，一点点。好。在这里。再刮一下，别再顺过。我又不敢从下面刷下来，刷下来这面会破，你知道吗？是。所以说从上这样上去就不会破。哦。这个面会裂掉。所以表面那一层都是要留下来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那龙衣要这么厚吗？不用啊。但是我现在就在整体修啊，然后再来把它切掉啊。哦。要跟这个跟你原来形状是，有些人这里是直角的啊。哦，你这里不是直角的啊，你这里是弧度的，就跟它一样的弧度啊，跟它一样的弧度啊。然后再用灰把它盖过去。好。老师要用这么大的刀子，这看起来太吓人了。道路要讲哦，但这两片要同坐哦。就是一步坏了，就是牵一发动全身那种，其他的灌脚什么都得要重新来。重新来过啊。Oh no！ 希望一次成功。
这样子有一个护城河保护起来，你怎么弄这一块就不会坏掉。OK， 动不动这块就会被崩掉，那就惨了。所以灌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龙蝇是吗？一个是防撞，一个是龙蝇比较不容易耗损。也不是，它是保护整张琴。保护整张琴的。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用心的刮了。OK。一点点。嗯。不要敲到底，因为你还有两三次的生气嘛，到最后才来。我表面还剩一次生气。还是不要用敲的就。嗯。对，不会，不能比它深。我们前面留一丢丢，然后从那边抛过来。了解。嗯，这样才会准，不然我现在再怎么弄还是不准。对，这就做一个标记，对，不要让它太深了。嗯，对，因为现在接下去的动作是不一样。对。OK。都糊涂出来，慢慢磨都不要紧，慢慢磨磨它，差不多。我还是会留一些到最后才磨，我还是留一些。现在问题是这个要磨，这个要磨多少呢？这个还要磨？对，要磨。磨一个。天哪！又有卡。新用卡好多，好，那就不放心的磨。削铅笔，看削铅笔就是在削的，你看用削的吧，削铅笔的方式。不能尖尖的，你那放碰到就裂掉了。防止木头开裂。嗯，对，就这样子会防止木头开裂。那你碰到它就裂掉了。如果这边没做，你抓三到四个。就将来你要抛光的。哦。所以抛光的话是在装了灌脚之后再抛光吗？嗯。对。对，抛光是整张琴在抛了啊。OK。那成品琴这里都抛光抛得很漂亮。对，今天我要把两边的灌脚都装。粘起来，对。今天都把它粘起来、啊、他们贪心都把下贴好了，一起粘，我都分两个，你顾得了灌脚顾不了下贴。下贴很简单，下贴没有失败过的。下贴灌脚待会儿怎么样给它加力让它加得紧？我们现在就用橡皮筋绑而已。 OK， 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完美。谢谢老师。你要今天帮我好好干了。 到最后要细的沙子，还有甚至到最后也要一样要水磨，这样就可以拆掉了。现在拆掉，然后现在开始粘两边的灌脚，是不是？对，两边灌脚，你要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没有，它是表面，没关系。我有些把你弄裂掉了。没关系。OK， 待会儿就是粘灌脚。就算中毒，
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，欢迎订阅晶晶的频道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推推推推到这边，这个拉开一下。